我可以做。哦，你会下厨吗？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这加不加分？给李晨几个条。哎，我现给你们做，吃什么喝什么，带去小黑屋吃，带去小黑屋吃吧。一会儿你给自己找条后路，把能吃的带着。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儿，能打包带点，打包带点，真的。刚才在我们今天的首播特辑的第一个任务当中呢，大家是获胜了。马上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项任务，还邀请到了几位一起和大家携手奔跑过的我们的老朋友。在全新的一季节目即将播出的日子里，他们也专程来到了大庆和各位相聚一堂，有请。